下面我们来学习第72式，当头炮。接上式，双摆连打完脚之后，利用脚落地后蹬的这个动作。你看，动作一，在脚后侧的时候，两手往前探，你往前领。好，动作二，两手慢慢的虚抓握成拳，在这个过程当中，两手在往下抓的这个过程当中。 随着重心的后移，整体向下走弧线，然后随着身体的微微右转，把它蓄在右腰间。这个时候身体是偏右侧。然后动作三，突然蹬右腿，松左胯，造成身体的快速的向左的迅速的转动，用这样一个旋转的力量，把这两个拳。 甩出去，形成了一个双冲拳。哎，这就是当头炮，最后的这个动作。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一，哎，这个前后对抻筋。二，下捋，握成拳。这个时候拳心要虚啊，先不要握紧啊，就是在发力大。 最后到力点的一瞬间，在一瞬间把拳握紧，然后马上就又放松，所以这样才能集合周身之力，所以二，在握成拳的时候，拳心要虚，然后三，蹬腿转身冲拳，好，最后这个方向关键要把身体一定要尽量转正，这样你才能把拳向前冲。 要不然你身体如果是侧的，这个拳也就会打偏了。再一个，两拳的这个位置和它的就不要这样平着打，立着，两个拳峰，你看都是打在一个面上，好，这就是当头炮的动作。 下面我们就来学习，在最后收拾前的最后一个动作——金刚倒坠。大家如果还有印象，可以记得在起势之后的第一个动作，也是这个金刚倒坠。所以可见这个金刚倒坠在老家一路里面是一个很特殊的、具有很特殊意义和作用的这样一个特殊动作。所以在陈家沟至今还流传着像“会不会金刚大倒坠”这样的言语。所以这个。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这个作为第四个重复出现的这个动作作为收尾，它跟前面在如何衔接前面这个动作有什么不同？好，接上一式当头炮这个结束动作。你看动作一，我们还是按照欲左先右，欲前先后的这个原则，我们想要往后捋往前蓬去做金刚倒坠这个动作，但是。 不能直接往后拽，这样有生拉硬拽的感觉，所以我们要先，欲左先右，那么同样欲右先左，欲右后先左前，所以动作一要先往左前移。
借助这样一个很放松很自然的前引的动作，将两拳自然松开变成掌，然后再去松胯转腰走上弧向后捋，紧接着下沉，然后摆脚前蓬，然后上步合手放松下沉，哎，这跟前面的都是一样，然后最终的提腿震脚落拳，这些都是一样。好，下面我们看一下分解口令，怎么样去分解它，好，动作一，前引松开变成掌，二，后捋，三，走下弧摆脚尖往前蓬，四，上步合手，五，放松下沉，六，提腿提拳，七，震脚落拳。好，下面我们就来学习整个套路的真正的最后一个动作，收势。实际上这个收势虽然动作很简单，但是它的意义却不同凡响，实际上它非常之重要，所以下面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就是它的一些细节要求，然后我们再来谈它到底怎么个重要法。金刚倒对，最后震脚落地，这个砸拳落下来之后，先呼气下沉，动作一，先呼气下沉，周身随着呼气下沉，整体从头到脚都要有一种这种松沉下坠的感觉，随着这种感觉两手随之下分，所以这个整个是一个周身都是一个呼气下沉的感觉，这样沉到底之后，然后换变吸气，这个时候开始上升，腿脚上也给点力，这样蹬一蹬送一送，然后你吸气尽量慢一点，时间把它拉长一点，均匀一点，一下吸到头，到头顶上方两手相合，再转呼气，再去找这种从头到脚，这种上下贯穿的感觉，看看就是说从头到脚上有没有这种通透感，一下从头沉到底，这样沉到底了，脚底非常沉稳，足底生根，然后再变吸气，这个时候缓缓的起身收脚并步，整个这个过程都是伴随着吸气的过程，然后等到起好身了，然后最后再自然的呼气放松，周身再放松下沉，这样就完成了很好的一个收势。那么刚才说到除了跟呼吸的配合之外，更重要的是一种意念，意念和甚至说就是说在意念的引导下，在意识意念的引导下，你真正认真的去做一个收势的话，它能起到一种收功的效果，怎么理解这句话呢？你看你辛辛苦苦花着十几分钟练了这一趟拳，70多个动作打下来也不容易，每一招每一式都认认真真的打下来，就好比说大家都知道我们太极拳作为内家拳的一种它都是练内功的练内气的，也就是说你通过这十几分钟认真的习练，你产生的这些内气内劲内功你要有一个收归仓库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一定要有一个收功的这样一个形式，这样你才能把刚才练的所产生的这些内在的这些感受把它储存起来这样日积月累你才能功力日益深厚反之如果你觉得到金刚倒对这一阵脚完事儿，我总算把这边练完了转身走了可能你刚才所有的感觉你刚才产生的所有的这种内劲内气马上都散掉了所以
从某种意义上，你刚才整个那就算白练。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实际上这个收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力。嗯，所以一定要从思想上啊到形式上，啊都要认真的对待，啊都要认识到位，啊用心去做，这样你才能很好的把你这边练功真正的这个意义和效果，啊把它收归体内，啊让它真正啊对自己受益。